讲述平凡故事，演绎多彩人生。台山周刊，记录我们的生活。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台山周刊。银信是近代以来海外华侨华人寄给国内眷属的家书和汇款的统称。正因为有了华侨们的汇款，上世纪20年代，一批批碉楼在侨乡大地拔地而起。2018年，台山银信收藏家李伯达开始着手打造一个私人博物馆，他要将银信与碉楼融合，让寄托着海外侨胞浓厚历史感情的产物得到再次升华。三义银信博物馆位于4954汝户村，由三义碉楼和三兄碉楼组成，是台山银信收藏家李伯达与妻子黄鲜花倾力打造的私人博物馆。一封封带有历史气息、整齐排列的银信，是一个个耐人寻味的鲜活故事，也是先人用一笔一画勾画出来的百年华侨史。其实我收藏银信已经好多年了，而且我收藏的银信越来越多，所以我就1995-1996年开始咧，我有个想法，系咪可以整个展览馆，将呢啲银信展示出来咧？银信咧系记录嗰个侨乡社会嘅变迁，咁入边系啲华侨写嘅吓。银信的作用主要是推动整个侨乡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所以我们找的地方，第一个必须有桥，不带桥的东西我没什么兴趣。收藏至今，李伯达个人收藏的银信累计超过5000封。多年来，他潜心研究武艺银信，并积极宣传华侨文化。前些年，李伯达几乎走遍了台山本地的侨墟和侨村，但最终却没有找到合适的地方。直至3年前，李伯达在家里查找资料时，无意中发现了母亲生前写过的一封信。那封信呢，就是我母親寫俾佢喺美國嗰個阿嬸嘅大嫂嘅，嗰封信係1998年嗰時寫嘅。當時咧就係大舅母托呢個堂嘅表哥喺美國帶啲糖啊，同埋帶$20俾我母親，咁啊送到我哋屋企。所以當時我母親咧就非常激動，醒下醒下我，我妈生前讲过，佢外家有间碉楼嘅，咁因为碉楼以前从来都冇来过，喺边度我又唔知，但系知道系移忽迁。几经周转，2017年夏天，李伯达首次踏进母亲的娘家汝户村，在那里，他遇见了母亲曾经提到的那座碉楼，但无奈当时村中无人在家，李伯达未能找到碉楼的主人。回到家中，李伯达脑海不断想起母亲生前跟他提起的碉楼往事，而思念的情绪也在不断涌上心头。早在民国初期，
李伯达的外公李广饶就漂洋过海到美国谋生。1950年，李伯达的母亲出嫁离开汝户村。一年后，他的外婆和舅舅移民香港，后移居美国。由于当时通讯不发达，因此李伯达的母亲就与娘家失去了联系，直至半个世纪后的1998年，他才与远在美国的亲人再次联系上。包括我母亲，她很多心结，想找回她外家那些亲人，但是她去世之前，虽然联系过，都不是很亲热，就直接是未见过那种，所以她又留下很多的遗憾。为了弥补母亲的遗憾，2018年，李伯达再次来到汝户村。幸运的是，在村民的指引下，李伯达找到了外婆祖屋的保管人，并得知当年秋季将有位表哥从美国回乡。当年9月，李伯达与表哥相约见面，他将计划开办碉楼博物馆的设想告知表哥。在表哥的穿针引线下，李伯达与旅居美国的各位亲人先后建立联系，并取得了碉楼的管理权。尘封百年的碉楼也逐渐揭开神秘的面纱。所有的文化符号非常完整，每一种元素是植入我们的华侨的思想。前面的牌楼很多东西在这里、有中式的，有西式的。另外这个碉楼的名字很特别，心意。心意我开始的时候不知道什么意思，知道心意大家都得益的意思。后来呢问我表哥，他说因为这个碉楼是外公他父辈三房人合资兴建的，每逢人是10000大洋，当时建好是30000大洋，所以叫三一碉楼。民国初年，台山贼匪横行，李伯达的外公李广饶及其堂兄弟合意在村前建一座碉楼，取名三义。三义碉楼不仅了却了海外游子荣归故里的心愿，也在那个动荡的岁月守卫着乡土家园。三一论语入边有讲，三一就是有直、有量、有多闻，即系交友啊，要有忠直、正直嘅朋友啊，有诚信嘅朋友，同埋知识博学嗰个朋友。要夠這種，所以你的你深一層理解，深一碉樓就是講明我們一個後輩怎樣待人，怎樣處世，怎樣交友這個道理。三義碉樓樓高5層，濃郁的歐式雕欄畫柱和傳統的徽雕等多種建築元素在碉樓上巧妙搭配，尽显侨乡特色。只可惜时光流转，铅华洗尽，当李伯达遇见他时，他早已面容憔悴，繁华凋零。因为碉楼呢就已经掉了最少20年没理了，屋顶呢那些勇士仔成2米9，那些顶呢全部漏水裂晒的。呢度有33个窗，2对门，一个都冇嘅。周围咧杂草丛生，而且咧嗰啲围墙啊，好多都倒塌咗啦。入边啊更加冇办法行呢度，入边啲草嘅杂树啊生到比个人咁高。2018年年底，李伯达夫妇开始了漫长的碉楼修复工程。
光是清理杂物就花费了一个多月。但在清理的过程中，李伯达有了意料之外的收获。我外公嗰几兄弟系第一代，另外第二代咧，呢个掌门人有个哥叫做黎旭，黎旭，黎旭咧就系五十油局嘅香油盐，即系正宗嘅桥批批松盐，即系桥批盐，即系我嗰间祖屋嘅祖辈，我叫做大舅父嗰个，就系桥批盐。这个真是非常特别的，我不来到这间碉楼就不知道。咁后屘咧，佢揾到啊黎旭嗰个香油盐嗰个证书。不久后，李伯达还在早年收藏的银信里发现了一批舅舅曾经派送过的银信。这冥冥之中注定的缘分，让李伯达更加坚定自己修复碉楼的决定。每到周末，夫妇二人都会来到三义碉楼，对碉楼进行修葺。入边嘅楼顶咧就裂咗，裂咗我去委托个朋友去佛山买一条20公分嘅工字钢，顶起个楼顶。因为楼顶有个凉亭，起好重嘅，我惊佢冧咗。原装咧用啲钢板咁整翻出嚟插粉入去，同原来系一模一样。呢啲窗冇改变嘅，原来系啲咩我就俾翻啲咩。因为你一改变咧，就原来个文化符号唔见咗啦。修复碉楼，李伯达夫妇花费了大部分积蓄。为了节省成本，加上碉楼楼道狭窄，大件物件无法搬运，因此碉楼里的水电、木工等工程，两人决定自己动手。边有啲旧嘅家具烂咗，烂咗咧，你揾人修，而家冇人帮你修嘅，冇人帮你修点办啊？因为我自己识做木，嗰啲嘢系唔值钱嘅，其实。你掉咗就冇啦，当垃圾啦。但系倒翻嘢喺度，就系还原嗰以前系点样使用呢啲嘢。另外咧，啲展柜，展柜咧就系去买咧，又有得卖，但系唔一定适合你使用，因为个碉楼咧同咧博物馆有而家嗰啲自插博物馆有啲区别咧，就系碉楼比较窄细。我哋去买嗰啲大展柜翻嚟，放落嘅你可能你冇路行噶啦。通上水电，修复旧家具，李伯达还整理了大量旧式生活用品。之后，他专程到美国拜访亲人，并不远万里从美国带回了一批珍贵的照片和物件，为三义碉楼注入灵魂。呢件咧就係我外婆已經著過嗰種絲綢嘅嗰個服裝，係唐裝。另外咧呢、這個我未整好嗰個咧就係、是、準備放黎旭嗰件洋裝，因為佢去美國帶翻嚟嗰啲服裝係兩個，所以一男一女一個洋裝一個唐裝咁嘅中西結合，又係適合我哋橋鄉特色嘅男嘅喺外邊，個女嘅喺家鄉，係咁樣兩種。形成一種橋文化，就係咁嘅樣啦。呢啲嘢就係記錄咗整個生活嘅過程嚇，華僑喺鄉下嘅生活嘅歷史記錄。咁如果冇嘅話，佢咪冇歷史冇記錄。你嚟嗰度係一個危險。爱香文香这个好像一个多八香囊那个八个囊多八香囊呢以前呢碰到都就比的就红尘说嘛对我两天回个香呢回到上面很多一个红刚红很多野我回刚刚刚进刚条文化掉回回刚红咁呢我哋而家呢
個橋文化最缺乏嘅係乜咧？嗰啲講學嘅人，所以我哋希望咧，將呢個碉樓整理起嚟，能夠喺呢度講我哋嘅顏信文化。上世紀30年代初，同村黎氏宗亲又在三义碉楼后面建了一座碉楼，名为三兄碉楼。两座碉楼相互呼应，形成了一个保护群。在征得三兄碉楼后人的同意后，李伯达对其进行修复。碉楼修复并非一日之功，靠的是日积月累。一年多的光景，李伯达逐步把三义碉楼与三兄碉楼打造成三义银信博物馆，向人们展示了碉楼创建人李广饶家族的华侨文物，以及他多年来珍藏的银信文物。今年七月，暨南大学黄卓才教授团队侨文化研究基地在三义银信博物馆成立。碉楼里丰富珍贵的展品藏品，除可供旅游者参观外，更可供学者研究交流之用。银信同埋呢个碉楼连起来，就系可以讲完整咁还原咗我哋整个侨乡社会嘅生活史。第一个系传承我哋嘅侨文化。第二个，我哋同全世界各国嘅学者合作，将我哋嘅侨文化研究得更深入，推向更高嘅层次。一纸银信藏楼中，细数百年华侨史。经过多年努力，李伯达终于如愿以偿。不仅为自己收藏的银信建造了家园，为逝去的母亲守住一份乡情，也让先侨们的灵魂能够荣归故里，落叶归根。好，观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台山周刊的全部内容。很高兴大家能在电视机前关注我们的节目。如果想回看本期节目的视频，欢迎登录百风网，了解更多台山的最新信息。台山周刊，记录我们的生活。我们下期再会。